印尼网红 Kirana 来到郭元益糕饼博物馆，和台北市观光局长陈思宇一起手做凤梨酥，还透过现场直播和印尼当地的粉丝们互动。而他也分享这三天两夜在台北旅游的心得。The first thing I did to find a food is a convenience store. There's a lot of things I can get everywhere in there, and I have my own yo-yo cup. If you wanna go everywhere or buy anything, you can use your yo-yo cup. Kirana 不但多次获得印尼最受欢迎女演员奖，还是位国际网红 ，IG 拥有160万名粉丝追踪。这回受观光局邀请来台，希望透过他的影响力推动东南亚旅游市场。在去年前年呢，其实印尼国家的人口来到台北旅游，其实成长率并没有到非常高，但是只在今年107年的三月，其实三月份就成长了21%。所以我们也发现到，其实在东南亚的旅客吸引上，是一个台北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城市。主打深度旅游，为旅客量身定制行程。观光局期盼透过网络宣传，让旅游热潮持续发酵，把台北的传统与时尚魅力推向国际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刘翔廷采访报道。